阿妈耶！哎呀，像个厕所呀！哎，哎，正好你出来，啊，你肯帮我忙吗？帮你干啥呀？我跟他讲好的，他帮我把门踢开，啊，你也能开开。啊，啊，你坐那儿吧，你坐那儿等吧，啊？你坐那儿等，晒晒太阳吧。咱们就是太困难了。太啥困难？你快过来，来，我看看你那鼻子怎么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我看看你那鼻子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还以为你鼻子流血了呢。我是啊，要走了的时候，我总归要告诉你一声。哎呀，你要走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你也不用告诉我了，你就走吧，啊，你就走得远远的吧，啊，我上去睡觉了，你就走吧。哪舒服啊？外边很舒服吗？嗯。不知道能不能做成，我想跟这个老头子。啊，你跟人老头子说啥呀？人家都不理你呀，知不知道？快回来吧。你咋那么能信得过别人家那老头子呢？你知道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呐？啊？快回来吧！这个就是隔壁住这个。啊，隔壁住着你也，那人家也不相信你呀！快来吧！你咋知道他是隔壁住呢？他是在这里边干活的，过来干活的，快点，快回来！你小心别人把你拐走哈！我走了，我回家了啊！快回来！看我都没穿裤子，急急忙忙的。你不能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呀，吓人呐！快来，快回来，快点回来吧！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回来吧！拿个橘子吃，要不要吃一个？要不要吃一个？最爱吃的橘子。快坐那儿去吃。干啥？这啥？晒衣服去。我上楼啊。你不用上楼啊，你的洗衣机里边有衣服啊。你不是天天念着要洗衣服吗？是吧？我就意思就是啊帮我晒上。啊，你自己能不能晒啊？我自己也能晒。啊，现在门开着，我自己也能晒，你自己也能晒，那你是想自己晒还是我帮你晒？随便。你要方便，你就一道帮我晒上。你现在咋困难呢？主要是啊，人家这个。你别想人家的事儿，你就去把自己的事儿搞好。
你说。你去晒衣服，去晒衣服，劳动一下，去干啥去啊？晒衣服。你那个衣服就晒在下边去。对了，一件一件拿出来，拿一件挂一件，拿一件挂一件。哎呀，我去做饭哈，听到没有？你去晒衣服哈。好了。来一件行了，多跑几趟没啥事儿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拿那么多，你到那儿怎么晒呀？你还想着你怎么晒的事儿啊？拿一个洗衣架就行了。妈呀，妈呀！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吗？听见了，拿一件行吗？不用，哎呀妈可呀，以多拿两件。都拿去，你怎么晒呀？你晒衣服的时候你怎么晒呀？衣架呢？哎呀妈呀，这不管你了，你这一天天你就是把它都搞到地上。不粘的，不粘的小白锅，闻到味道了没有？嗯，香喷喷。好了，出锅了，配一碗大米饭，热气腾腾。就这个锅，再煮一个白菜、青菜，三种蔬菜。煮个蔬菜汤。吃饭了，坐好，衣服晒好了，晒好了，你多跑两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把衣服都没有放在衣架上面，放上了，放上了，我看有一个没放上，放那杆上了都，已经放上了，已经放上了，好了，坐好吃饭。放里两片油焖笋，这个少放，少放，放两个。你等着要吃的时候自己随意。啊，自己随意放，现在不放，放在这里借借味儿不？现在借味儿。不灵的，你想这样单独吃是吧？对，行。就因为这太大了，块。啊。啥意思？太大了，什么意思？切小小呗，拿剪刀切啊，拿剪刀自己剪。啊，老太太不要放在这里，我就想借一借味儿了。那个油焖笋的味道还可以是吧？大米饭，配鸡蛋，配点油焖笋，再配个青菜汤。好，放点水一煮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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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煮一会儿，软一点，把那盖子盖上。对，帮我把盖子盖上啊。嗯，那老太太现在学会做饭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